一二三，这个简单啊。请现场展示一下以前没有展示过的技能。DIY 也算是一种技能吧，你们知道那种心理暗示吗？来给你们看我的打工服，穿上它我就是开心打工人。开心打工人文化衫就这样完成了。请教会现场的工作人员用五种语言说我爱打工。这个很简单，没问题。来，摄影师老师跟我学俄语怎么说我爱打工。学会了我就送这件衣服给你。好啊。Я люблю работу。Я люблю работу。对，没错。送给你。谢谢。陆老师，我也想要。我也是。那你们跟我学其他语言版本的，学会了我就送给你们。我终于打工。我终于打工。谢谢。I love my job. I love my job. 不错。我爱打工。我爱打工。厉害。J'aime le travail. J'aime le travail. 还行。好了，衣服送完了，新的一天，大家也要继续努力工作。鉴于前面两个任务，厉老师都很好的完成了，现在我们要邀请您去下一个目的地。去哪儿啊？楼下有车在等您，去了就知道了。好啊。开心开工，拜拜。